5月28号，我们到了鹿港，马祖先生都过不啊久，所以观光客真多，啊，过来马祖庙内底烧金拜拜。啊，你庙口我们看到很多卖东西的人，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买到黑糕，这是我最喜欢吃的黑糕，还有卖猎头刷的，还有卖各种粿的，哎，每种东西看起来都非常好吃。 我本来想说再带各位进去参观啊天后宫，可是后来觉得很多人都已经参观过了，所以我们不如等一下去看看外面到底有什么好玩的、更好吃的东西。这边有差。 蚵仔两分炒，蚵仔面，蚵仔糜，蚵仔面，蚵仔面线青，蚵仔粿会使青食，佮阴时啊，蚵仔粿蚵仔沙，看你要食到一款出来，你来这样。我要蚵仔煎。好，蚵仔胸，蚵仔煎，好吃，食食会变蚵仔。 今天三米人有啊，还过黑狗，那你加到变高，加加变黑狗，晚上睡觉变成这样子，感谢，好吃。鹿港妈祖庙，每次走过那地方的时候，都会进去祈祷，平安吧。人到中年的时候，有个最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 在未来几年之内，看会当安尼卖做是有物件通有饭通食无，安尼饲饱一家个好势好势安尼。所以两三年前自己要寻求在生活上做一个改变的时候，其实蛮惶恐的。哦，拜个啦，退退离宫，拜个妈祖婆，拜个什么关公地滚地滚呀，上面就摆一大堆安尼。后来听说一个故事，一个朋友跟我讲说，有一位先生就像你这样年纪的时候，哦，伊放弃所有东西，跑到山上去种花。 那我心想，哎，那种花不错啊，蛮浪漫的嘛，哈，就像一直希望说自己年老的时候能够到花莲什么台东啊去住去钓鱼这样子。可是他跟我讲说，他到山上去的时候，那个地方没有水，没有电，什么东西都要走路，从工具要背上山，肥料要背上山，然后住在山洞里面，然后夹包酒奶，夹饼干，哦，然后把自己窝在那个地方，总共窝到现在窝了21年，然后在那边种花。 然后种了25年花，其中有15年都在改良品种。这个五年内没有半毛钱收入，我听到这个感觉是笑的。后来有机会，就一群朋友跑上去拍了他，种花的感觉。那我记得那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人家问他说：“啊，你为什么那时候有那样的力气跑到这个地方来种花？”他是讲一个很简单的话说：“因为相信我可以做成。”我那时候感觉是。 相信这两个字好像蛮有力气的，好像一相信什么事情就有力量这样子，所以一直想对他们、对他以及跟他在一起的女儿跟儿子，做一个比较深入的采访吧，或是观察，希望把他那种感觉让各位知道。所以前几天我们就上了山，终于看到他们所开垦出来的土地所做的一些事情。 我个人非常感动，所以今天很荣幸的在这个地方把它介绍给各位。非常可惜的是，因为在山上，所以呢还没有能够看到 cable 的东西，他可能没办法看到这个节目。不过话又讲回来，其实他看得到跟看不到，看得到看不到，有人在介绍他，好像还不重要，因为他们还是继续相信，还是会继续努力。各位朋友，我们来看看天山农场。 种别人没有种过的东西，或种出比别人更好的东西。21年来，他的确做到了。他改良了原本贫瘠的山地，改良了无数的花种，种出许多台湾没看过的花。某些花，甚至连原产地如荷兰、南非的荣誉专家都自叹不如。台湾念真情，甲大家来博感情。
尽管是在海拔1800公尺的山上，初夏的阳光依然炙热。初夏是天山农场忙碌的开始，白子莲、炮胜花、火炬百合、彩色海芋以及香水百合都将陆续盛开采收，美丽丰饶，好像是初夏时节天山农场的面貌。但是如果这样的面貌是一个人用21年的时间换来的，而且其中有16年的时间都只是在改良品种、改良土质，只有支出没有收入的状况下度过，面对这样的人，你能说什么？21年前，40多岁的钱飞青先生抛弃原来的工作，从山下步行4个小时到达这片山林时，唯一的企图竟然只是完成自己务农的愿望。步行4小时是因为当时这片山林没有路、没有水、没有电。开始的时候他住在山洞里面，靠饼干跟薄酒奶过日子，目的是种出好东西。所谓的好东西，根据钱先生的说法，是种别人没有种过的东西，或者是种出比别人更好的东西。有见过啊？对对对，哎，怎么随手抓，随手抓就有了？我们这里随便都有嘛。对对，这边也是，这个也是啊。都是他自己发。哦，这是台湾本来的嘛。哎哎哎。哦。这边真的很胖，连车前都那么胖。种别人没有种过的东西，或种出比别人更好的东西。21年来，他的确做到了。他改良了原本贫瘠的山地，改良了无数的花种，种出许多台湾没看过的花。某些花甚至连原产地如荷兰、南非的农艺专家都自叹不如。可是唯一没有改变的却是他自己的生活方式跟近乎顽固的工作态度。夫子啊，你一次才挑一次啊，这样一种花是吧？要3年的，你这个最少要3年才会开花啊。对对对对对对，我忘记了，对对对对对，所以3次才又要7、8年、8、9年了。哎，3次最少最少这个的话要10年的。嗯，这样的话，所以你10年等待，只为了一朵花开。问他说，如果等待10年之后失败了怎么办？他说，失败啊，那就从头再来。这样说着的他，好像忘记了得失，忘记了投资报酬率，甚至忘记了年纪，忘记一切我们所在意的东西。7月中即将开始采收的香水百合是天山农场的代表作之一。成株的时候花高2公尺，花朵直径最大达45公分，每颗花最多的花朵数量将近30朵。前年在国外专家的建议下，曾经申请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然而栽培出这样的花种的钱飞青先生不是博士，没有任何国家补助。得过优秀农民奖状的他，身份证上甚至连农民都不是，没有资格购买农地。这恐怕又是另外一种台湾奇迹，或者台湾生命力吧。然而即便是这样荒谬的事，他好像也不在意。或许就像他那些泰雅族的邻居朋友说的，为了花他连吃穿都不在意了，哪有时间在意这些。5月28日早晨，炙热的阳光下盛开了白子莲。
原产南非的这种花，经过几年的栽培后，今年是第二次收获。花一旦盛开，便不容等待。花的采收更无法用机器取代。当我们远远看着他用近乎膜拜的姿势，一只一只采收着花朵的时候，却意外地在钱先生脸上看到笑容。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在花市或者花店看到白子莲，最好看的一定是从这里出去的。说着说着，我们就看到他有点骄傲又有点腼腆的笑容。在二十几年以前，我到这里已经有21年了。因为我很欢喜这个农事的工作，那我就到这里来的话，起初的时候是种植苹果啊水蜜桃啊。那后来看到这个进口来的东西很多嘛，很便宜，那我就改成种花。我们做过的花卉啊，研究过这个种的这个花卉。有差不多的话是400多种，失败率差不多的话是99%了。那失败率不是很高吗？失败率没有关系啊，我这个一辈子都是失败的，我也没有成功过。自认为一生失败，却为1%的成功机会而努力的工作者。面对着这样的人，除了沉默，我不知道自己能说什么。董成跟父亲必须在日落之前采收完毕，处理妥当，放入冰箱保鲜，因为只要过了一夜，盛开的泡盛就会猥亵。待完两斤斤甲大家来博感情。午前10:30，天空的太阳已经是整个的了。工作人员主动的下田帮忙采收。1小时之后，所有人终于知道，采花绝对不是一件浪漫的事，不是电影或者 MTV 里头那种可以边采边唱歌的感受。如果美丽是要付出代价的话，为了这一山的美丽，钱先生不只付出了21年的时间，他说，甚至把儿女的青春都赌上去了。钱一玲。钱伯伯的大女儿，7-8年前辞去了中正机场的工作，上山帮忙。如今，她是天山农场的内政兼交通兼外交兼贸易部长。永成，钱伯伯的儿子，退伍之后也上山跟父亲一起工作。除了花卉之外，他还试种了金仙茶，已经开始有收获了。被姐姐开玩笑叫做老板的他，沉默而且害羞。我们问他说，他会一直留在山上吗？他说